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七课，服装。词汇。衣服。上衣。裤子。裙子。外套。西服。衬衫。毛衣。内衣。胸罩。袜子。短裤。鞋。皮鞋，运动鞋，拖鞋，凉鞋。饰物。帽子，领带，手套，眼镜，项链，戒指，耳环，墨镜。句型。这是不是上衣？是，这是上衣。那是不是裤子？不，那不是裤子，那是裙子。裤子是不是衣服？是，裤子是衣服。帽子是不是衣服？不是，帽子不是衣服，帽子是饰物。词汇。量词。件。一件上衣。两件外套。条。一条裤子。两条裙子。三条领带。只，一只戒指，两只鞋，三只手套。顶，一顶帽子。双，一双鞋。副，一副手套。套，一套西服。句型。你有几件上衣？我有五件上衣。你有几条裤子？我有三条裤子。词汇。穿，脱。句型。你穿了几件上衣？我穿了两件上衣。现在你脱一件上衣好吗？好的。词汇。戴，摘。句型。你戴帽子吗？我戴帽子。
现在你戴帽子了吗？没戴，我摘下帽子了。词汇：遮、穿上、穿着、脱下来、没穿、戴上、戴着、摘下来、没戴。句型：请你穿上外套好吗？好，我穿上外套。你穿着外套吗？我没穿外套。你戴帽子了吗？没戴，我没戴帽子。词汇：颜色，红、黄、绿、橙、蓝、紫、黑、白、灰。色：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橙色、蓝色、紫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灰色。句型：你的上衣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的上衣是红色的。他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的？他的裤子是蓝色的。词汇：深色、浅色。句型：他外套的颜色是什么蓝？他外套的颜色是深蓝色。你鞋的颜色是什么紫？我鞋的颜色是浅紫色。词汇：喜欢、讨厌。句型：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黄色。你最讨厌什么颜色？我最讨厌白色。你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吗？喜欢，我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。你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吗？不，我讨厌穿蓝色的衣服。词汇：漂亮、帅。句型：他衣服的颜色漂亮吗？他衣服的颜色很漂亮。他穿这件衣服帅不帅？
他穿这件衣服很帅。词汇：试试。句型：你试试这件衣服好吗？好，我试试这件衣服。你试试这顶帽子好吗？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词汇：挺、够、太、合适。句型：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我看这件衣服挺漂亮的。那件上衣也够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是，那件上衣也够漂亮的。你试试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衣服的颜色太漂亮了，我喜欢。他的裤子是不是太长了？是，他的裤子太长了，不合适。词汇：花、格、点儿、流行、样子、名牌、牌子、有名、金、银。绘画练习：他们几个人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是蓝花的、绿格的和黄点的。现在流行什么样子的衣服？现在格的衣服比较流行。你穿的衣服是不是名牌的？这个牌子不太有名。你的项链和戒指是金的还是银的？项链是金的，戒指是银的。